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、收看咱台语有字这个单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几字吼，啊，咱其实常常利用啊，就对字呢讲吼，拒绝的意思啊，啊，卖啦，啊，不爱啦，不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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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。另外直接是卖吼，就是一个物，啊，一个爱吼，物就是买，就是拒绝的意思嘛，对不爱啊吼，已经记住了，拒绝去爱吼，就物爱就卖，这咱常常用到吼。你讲话讲台语当中就讲阿麦啦，啊来啉烧酒啦，阿麦啦，我中午啉啊，今日无爱啉啊，我就麦自己麦吼，这很清楚哈，就是不要的意思，不要拒绝别人就用麦这字哈，足简单嘞，啊咱台语点点利用，但是大家不要写啊，他有自己麦吼，啊其实咱的这个歌内底有当下也写做麦吼，麦安那麦都然后翻译做一个卖东西那个麦那是错的哦，其实麦就是自己哈，物爱哈就是麦。一箱不够，谢谢。